集成方案有助于创造出众的 RF 架构。作为出众的 RF 技术平台， Ultra CMOS 技术将实现智能集成。它融合了可靠性、占用空间较小和灵活性的特性，而且具备 Peregrine 的行业领先性能，可通过一个单片模块提高架构的性能，同时提升系统容量。相位和振幅控制对未来通讯而言必不可少，从 LTE 与 5G 到雷达所涉及的一切都将依赖数据的高效交换。随着可用的频段越来越拥挤，专注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数据的精准传送，将可减少所需的整体系统功率，并提高所收到数据的质量。 Peregrine 的单片相位和振幅控制器或 MPET 设备可支持未来通讯。作为多耳地放大器理想的架构， MPEG 系列的其他产品将可支持波束形成、全双工无线以及 5G。 MPEG 多耳地产品拥有三个独立而且引脚兼容的部件，覆盖了 1.8 到 3.8 GHz 的频率范围，每个部件具备相同的高性能，设计者可通过简单调低新设计的部件所需的频率，即可轻松修改现有的设计。目前低频率的多耳地架构依赖横向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LDMOS PA 技术，因为低于 2.0 GHz 是效率和成本的理想组合。然而就较高频率而言，这种效率不适用，而氮化镓 PA 则更适用，其不仅维持了性能，还拥有了大功率密度。在支持多耳地放大器架构中的氮化镓 PA 方面， MPEG 多耳地产品 P146130 与 P146140 是理想之选，这两种产品满足较高频率的性能要求，而其他技术则不支持较高的频率。这种能力仅仅是 Ultra CMOS 技术的众多好处之一。MPEG 多耳地产品通过提高 PA 效率，减少外部部件的需求，并降低工程成本和投资，从而降低整体成本。MPEG 多耳地产品还有助于提高整体功率附加效率，改进频率区间的线性度，通过提供更好的匹配来增加多耳地带宽，提高数字预矫正回路有效性，以及在收发器之间产生一致性和可重复性。MPEG 多耳地产品集成了一个90度的分离器，一个4倍数字步进衰减器， 7.5 dB 范围和 0.5 dB 分辨率，以及一个5倍数字移向器， 87.2 度范围和 2.8 度分辨率，是优化氮化镓多耳地放大器的理想之选。 MPEG 多耳地设备具有30 dB 和高线性度的高位端口、端口隔离，60 dBm 的 IP3 接口，全部封装进32引脚、6×6毫米的 QFN 封装内。Ultra CMOS MPEG 多耳地系列是业内首套单片相位和振幅控制的多耳地产品，在所需的所有频率范围内实现顶尖性能。我们解决了 RF 市场最大的难题：智能集成 Ultra CMOS MPEG。